是啊，胡萝卜用几条啊？我说用几条怎么会准呢、啊？因为小条的，我跟你讲大条就用小条的，那不准的、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根本不晓得那个大小条嘛，那不准。我是用原汁，我是讲原汁比较准。榨出来原汁胡萝卜汁是200，苹果汁是100，那就 OK 了嘛，对不对？你看那含汁率也不一样嘛，有的含汁率很高嘛，有的含汁率很低嘛。那你讲条怎么会准呢？那不会准的，一定是原汁来做衡量的啊，那才会准的哈、啊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其实他做的方法很简单，就榨汁而已，就是榨汁而已。但是我们在这个时间之内呢，我们必须要去强调一件事，就是当我们身体有异常组织的时候，你千万别大意。有一些呢乳房没有关系了啊，一点点没有关系的，那是啥？那叫小叶增生。乳癌是从这里开始的，没有说一开始就乳癌的，从一点点开始，人家星星之火会燎原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千万不要大意，有些人在摸了一块没有关系，怎么会没有关系呢？长大就有关系了。所以我们会希望大家一定要明白，身上的异常组织，第一件事要寻求它的病的根源在哪里。为什么你会长？你要找出它根源在哪里。根源在哪里呢？都是你的饮食跟生活作息，也就是你晚上只要熬夜，你隔天呢、啊、肯定是状况百出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熬夜了，隔天精神不好，肯定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发觉啊，什么都不对了，耳鸣了，什么呢？问题都来了，就是因为你晚上没睡好，所以生活作息是一个问题的。还有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乱吃啊，乱吃什么东西呢？乱吃那些有添加物的。什么叫有添加物的？肉松、鱼松。你不相信肉松？鱼松，你放桌面上放一个月不会坏，怎么可能呢？你新鲜鱼放桌上一天就臭身体啊，怎么放一个月不会坏呢？它是有问题的。还有什么罐头、泡面？你偶尔吃泡面没关系，你尽量吃就有问题了。啊，我们在那个我的店里面呢，我就碰到一个，碰到两个，都是他的那个小孩子呢，是长那个脑瘤，长脑瘤的，原因只有一个，泡面。啊，大家会觉得很奇怪，怎么泡面会脑瘤呢？偶尔吃没关系哦，你是天天在吃哦。那个例子是什么？他的小孩子啊，在外头去宿舍，啊，因为可能是成绩很好，到外头去离开家人了。因为他读那个明星高中了、啊，啊、哦，成绩很好的，妈妈就让他自己一个人住了，啊、哦，鼓励他读明星高中，啊、哦，他成绩很优异，晚上这个自己读书读到3更半夜，那、啊、肚子饿，妈妈没在旁边怎么办？自己解决了，就泡面了，天天用功，用功是好事啊。天天肚子饿，天天吃泡面，那吃泡面就不是好事啊！你看看，这么好的一个小孩子，天天用功，天天晚上肚子饿，天天妈妈不在旁边，天天吃泡面，结果呢，脑癌。你看，多么可惜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小孩子到那个加护病房，他的阿姨带他来的，阿姨形容给我听的，他说他到那个加护病房啊，他转过头问那个护士啊。说阿姨，我要吃泡面。你看，到家务病还念念不忘泡面。你看泡面多可怕，多可怕！它有个成分让你想念的，有个成分是让你想念的，好像抽烟一样上瘾了，有点上瘾了，啊！所以千万小心啊！偶尔吃还没事，经常吃就有事啊！希望大家小心一点，任何这些加工食品一概不吃。我讲个最简单的例子，我到飞机上，啊、哦，我就只喝矿泉水跟茶，我绝对不喝橙汁，我绝对不喝苹果汁，因为橙汁味道很奇怪。那苹果汁怎么会透明？我家榨苹果汁，对，我家榨给你看，我放5分钟就黑掉，怎么会透明呢？对不对？你吃苹果汁跟橙汁就没智慧了，因为它是有添加物的。所以，因此我们希望大家明白哈、哦，一定要在未来。你要把吃的智慧来掌握好，干什么？
传承给后代，不是你自己的问题，传承给你的家人，要守护你的大大小小，全家大大小小，这点重要的哈。你假设没有告他，请问学校以前老师讲过没？没有啊，老师可能不讲这个的。毕业之后进了社会，工作了，请问谁讲？老板会讲这个吗？老板不讲这个的，老板怎么会跟你讲这个呢？讲这个是谁的责任呢？是爸爸妈妈的责任呢，这叫做家教，是不是？你不讲，那就没人讲了，你就放牛吃草了。他生病了，你是有罪过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因此该讲就是要讲，这点很重要的。好，我在大陆这边呢，我就常常跟这些大陆的这个同胞讲，我说家教在什么地方你要做家教，什么地方适合你去做家教，把你家的魂找到，告诉你的子女，什么地方啊？就是你的餐桌，对不对？只有吃饭的时候才在一起的，其他时间都各自忙了，忙了上学，忙了上班了，早餐在一起的，说不定晚餐也在一起的，对不对？全家才可能站在一个坐在一个桌旁边围在一起的，对不对？结果不是，很多人早餐晚餐各自盛了饭端了菜去看电视了，连吃饭都四分五裂，那怎么行呢？所以我们跟这些大陆同胞讲，你一定要把你的餐桌要做布置，把你的餐厅变成一个道场，要照常入境，把你的餐厅布置一下，餐桌换过，灯光改造，音乐跟上。你的孩子觉得很奇怪，妈妈干什么呢？肯定妈妈有话要说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让孩子上桌，千万记得餐桌上绝对不能指责你的小孩子，绝对不能骂小孩。餐桌上你小孩子最大，你要托起你的子女，让他当主人，这很重要啊。在这个餐桌上，你必须传承这些你该讲的吃的智慧也好，你家的魂也好，如何善待你的长辈，如何对待你的弟兄姊妹，要把这个魂找到。你只有在餐桌上，你才有机会传承，这点重要的。你除了餐桌，你还有什么时间呢？就没了，对不对？就没了。所以，我们希望大家呢，有些思考一下，如何让我们的子女比我们更强，这点重要的。有时候是责任在我们身上的，不是在老师身上，老师基本上不管这个的，对不对？只有在你身上了。回到我们的主题我们现在来炸胡萝卜吃那机器很重要的，我们现在来先炸。我们先炸什么呢？第一个一定先炸这个容易氧化，对不对？这两个先炸哪一个？一定是先炸这个。怎么会先炸这个呢？不对的，因为这个容易氧化嘛，对不对？一定是先炸这个就先后次序拿捏好那我们现在开始炸。是做个示范请你做个示范。后面呢，我们有一台机器比这个好用。刚才说要把那个好机器拿过来，我说不用了，好几百后面变成炸大量的，要耐磨。这台机器有点故障，放前面示范一下就行了。
啊，等一下会榨这个汁给大家喝，就胡萝卜苹果汁啊，每人喝一小杯啊。这个胡萝卜苹果汁呢，我再做个总结。第一，它帮助什么？因为它有苹果，苹果叫整肠健胃，对不对？苹果是整肠健胃的，胡萝卜是贝塔胡萝卜素，它能够让我们明目，能够改善视力减退，它能够补血，它能够抗氧化，是不是？它指向了什么？指向了防病抗癌，对，因为我们整肠健胃挺重要的，整肠健胃意味着你营养不吸收，对不对？吃了营养不吸收怎么行呢？吃了苹果汁以后呢，帮助你的肠道、你的胃肠的机能给保持很正常，对，保持正常是很重要的。胡萝卜苹果汁，它是补血明目、防病抗癌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第一个推荐给大家的啊。那我们这边可以先测了，来先测。我们现在来做一个高吸果汁哈。